一心念我，一心以见见解，即万有之实体真如。今若本经唯一坚定之信心，不为他心所断，为之一心。一心念我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人对东北有来几位居士，其中有两位跟我讲，在过去也是着真重的病，伊也无去予医生去看，也无去食药啊，都是一句佛号念到底。今年啊，这拢是重病，也拢好去了，身体非常的健康，伊今年已经七十岁了，体力甲少年人同款。原本咧厝内人拢无信佛，现在因兜诶人看有即款诶成就，全家拢信佛咯。关键啊，无别项，就是在一心。一般人念佛无感应，念时间真长，效果拢无好。什么原因呢？散乱心念佛啦，也无做到一心。大势至菩萨教咱念佛的方法，多念六根净念相继，也叫做一心念佛。啊，咱平常啊已经习惯了，心对外面走去了，这个念头，目睭啊是贪着外面的色相，耳孔啊贪着音声，六根啊拢向外延，这个散乱心吗？咱今仔日讲意念袂通集中啊，多念六根就是将念头甲集中，无怀疑，无夹杂。这叫一心，这也叫做正念。相继啊，是继续不断，会当保持，这个效果就非常殊胜了。确确实实，就是亲戚同学所讲的，因天眼开了，天理也开了，就是一般人看未到。伊拢看会到，也有一寡人天逆开咯，虽然看无，伊会听到。拢在一心啊！《弥陀经》罗什大师翻译的。一心不乱啊，心不颠倒啊，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，心不颠倒也是智慧啊。真会看破，真会放下，感应不可思议啊！所以问题呢，也是伫咱是毋是一样？所以即句
比什么都较重要啊！圣经内面这句话，这是原文内面的念落地即地，甲咱讲，唯一坚定之信心。啊，不为以他心所夺为己心，这他心是妄念。咱今仔日讲专一啦，专一啦，都是一心。也会乎外面的境界影响，迄都唔是一心，啊，一心就无咯。啊，真正是就爱万年放下，现在这个社会，无论是中国历史、世界历史，将来都无讲有混乱的局面啦。谣言越重啊！这种情形非常的注意啊，咱也常常拄着啊。要安怎来应对呢？唔免啊去责备因，也唔免去批评因。种啊，阿弥陀佛，那你就好了。咱来做到如如不动啊！伊讲伊个，我念我的佛。我、啊、不为所动啊！伊那是真正看清楚。看明白咯，当悟咯，也会放下咯。咱啊，就要做一个好模样，互人去看。对什么款的境界，拢未迷惑。你看三规，就教导咱这个原则，格理不迷啊，正理不邪。精力不念嘛，这三句话重要啊！我伫初下课的时阵，张家大师甲我讲呀，伊讲三规亲像什么呢？伊举一个比如，迄时阵我住伫台北，伊讲你对台北去高雄爱坐火车，三规啊，就是。车票啊，你来定定放咧身躯的啊，惊人来检查。对上车到落车的时阵，票拢袂用弹掉的。意思就是讲，对初发心到生活多，这张票啊就袂当弹掉。念念嘛，拢嘛都爱呀，收一条啊。咱对老素分技术的报告，知影有一个信息，患病的人病真重咯，伫家护病房啊。去救啊！啊，一般人拢认为讲这是真正常的现象，可是这病人
伫咧救救诶时阵啊，所受诶罪，所拄着诶即个痛苦，无办法承受，伊也讲袂出来，因为昏迷嘛，讲袂出来，真真狠心嘛。万分心，这种心结生起来，啊，就会去地狱。你讲这偌可怕？有一寡下过来同学知影，厝内有老人病重了，伫要吞落一口气的时阵，医生问讲爱急救无？下过来人伊知影，无需要。医生嘛是赞成的，也同意咯。知影讲急救也不过就是讲延长几小时尔尔，伊所受的痛苦，迄种万分真无容易化解啊。可是现在真侪地方的政府拢有这个法律，破病，若是死伫病院的内底，就会触犯法令规章，你一定要送去病院，破病一定要送病院，死的时阵一定要急救。你讲这敢是将每一个人送去地狱呢？这个冤结啊，真深嘛，生生世世，冤冤相报，无完无了，这多可怕呀！那要安怎避免？一定爱念到功夫成片。走的时阵，咱自在往生。唔免去比伊啊去受迄款苦啊！这是咱每一个人家己啊是做会到的啊！只要你肯放下，你唔肯放下，你就做袂到。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代志啊！那公造就造了，杨福林王姓的时阵，就是临终的时阵，无破病啊。单桥红星，甲大家故事，讲回来接应我咯，我要来叫世界去咯，讲了就走去。站得起的，坐得起的，真多啊！宋朝王良书记书都是站得起的。我伫早年，这代志大概都是有四十多年咯，我也捌讲过几落摆。我伫佛光山伫咧教书，台南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太，念佛三年，徛咧去啊。这拢是真咧，唔是假啊。家己知影讲，什么时阵要来去咯？我伫美国旧金山。刚进的时阵，迄、那个时阵，迄边护法是甘老技师，伊甲我讲，有一个好朋友，也是一个老太太，
后生伫美国读书毕业咯，伫美国结婚，生一个囡仔，佮伊接去做厝内代志啊，照顾囡仔。因后生媳妇拢上班。伊也念佛，厝内人也毋知影，因为早起伊拢去上班咯。囡仔大汉了后，就去读幼儿园咯，拢带去咯。暗时转来时阵，厝内人则来团聚，一工拢无代志啊。伊就伫厝内来念佛，念了两三年，真正袂歹。临走的时阵，无甲厝内人讲。走的迄天呢，因后生媳妇起来，老太太无煮早顿啊。啥煮早顿？老太太代志啊，无煮早顿就真奇怪咯。怎会今仔日老太太遮尔晚还袂起来呢？门甲拍开看卖，伊老大人坐伫门床顶，盘腿坐伫门床顶，甲。叫也袂应，即个看伊走了。有本事啊，本事真袂衰啊！为着写好摆伫面前，后生啊、新妇、孙的孝服，伊拢做好了，也摆伫门窗边，有属于家己家料理好咯。我自在啊！伊伫美国诶，即段时间一工都无空过啊，真正是万念放下，一心念佛啦。伫美国啊，伊拢无识啊，出去讲话人也听无，甲闭关差不多啊，无人甲伊讲话啊。伊安尼念佛念成功咯，这拢是咱诶好榜样啊！这真诶毋是假啊！看着佛来接引，经书无间。事是真短的时间，黄岩老也是难得啊！伊找到这个古代集经，一金字48分钟。伊老大人查经啊，这个书无啊，到底是偌长的时间呢？48分钟。这用现在时间48分钟啊！比您这往生极乐净土啊，做阿弥陀佛菩萨啦，这个不得了咯。阿弥陀佛也是不退转的啊，这所在讲的也无够详细。不退有三种不退，这个不退是三种不退，拢种拢有啊。啊，咱通常咧讲不退转，修行速度缓，伊就证第一个为不退啊。这是圣人，唔是凡夫咯。啊，咱讲超凡入圣咯，伫大乘华严经上所讲的啊，十信位的初信位菩萨就是圣人啦。跟苏德文同款的为不退啊，佮继续提升是菩萨。菩萨是行不退啊！你看阿罗汉、不知佛的形象也是有退心的，菩萨则无退心吧？到明心见性。见性成佛，就是阿弥陀佛啊，念不退咯。这是上观的啊，所以叫圆净三不退啊。
原本的正着三种不退，阿维不敌呢？是华严经上初住以上，就是四十一位发心大士，拢叫做阿维瓦帝菩萨，这不得了咯，这就成佛咯。所以咱就知影讲，西方叫世界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，实际上伊是啊平等世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拢总拢是阿维瓦帝菩萨啦，就平等世界咯。凡行动机土，下下品往生也做阿维瓦帝菩萨啦。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，我们了解到往生极乐世界有什么款好处呢？这个好处在整个法里底拢找无呀，只有极乐世界啊，一切诸佛刹土里底拢无呀。这是咱来会记的啊，咱咧要想一心成就，除这个法门以外，无第二个法门咯。这你要相信啊！你唔相信也应该啊。为什么？佛讲难行之法啦，所以啊，唔相信嘛是应该啊，那两理解。但是你若相信呢，相信你这一生就做佛咯。你若是不相信，这个做佛的时间也是真长真长哦。啊，以这个时阵拄拄啊走的时阵，确实心识无主。那一般人讲灵魂啊，离开这身体咯。离开平常家己生活习惯，忽然间到家一个真兴奋的境界，这个时阵要安怎？一生所做的善恶业障、业识、精进，拢总现前咯。要去倒位去投胎呢？我甲人讲，业识精进，强者成堪呐。多一个精进的力量较强，伊就啊牵着伊去迄道去咯。这叫做因业，引导伊去六道内面倒一道去投胎咯。啊，咱家己爱想看卖，咱那是善的业力较强啊，也是恶的业力较强，就会知影讲咱会去倒一倒。大概啊，家己拢会真清楚啊。他们习气非常重，啊，你是贪财，也是贪色，也是贪名，也是贪利用，你下去都是都去咧，大概就差不多咯。贪心是鬼道啊，嗔恨心是地狱道啊。无耻啊！迄都是即地所讲呀，颠倒啊！无注意啊！无耻都搬伫铁丝刀啊！啊，念念灵依道德。古人所讲呀，
论上道德，念念是这个领导来了。念念是实现利他，不是自利，天道去了。所以咱家己想看卖，咱倒一个念头较强呢？拢伫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不知不觉，互你昏倒。家己拢会知影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你想什么？归结到最后，什么念头都比不着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啊。可见凡夫业障啊，临终之际境都颠倒啊。这是予人有强感叹的一件代志啊，予伊诸大苦逼啊，痛不可言，予人正念起明啊。伫这个时阵，一般人拢是安尼啊。这个四大是讲避苦啊。临命终的时阵，人断开咯，亲身离开身体咯，迄、那个痛苦咧，我经常用一句话啊来形容，犹如生骨脱壳啊，真有骨同款啊，我的骨啊，该壳啊，该慢起来。人临终，亲身离开身体，痛苦就像迄款。为什么你有心坚呢？因为讲心是家己啊，伊贪婪这个心呢、啊，所以受这个苦啊。为什么佛教人爱破心坚呢？真正都爱用心啊，这事实真相啊，心不是我，心是我所有，亲像衫同款，我所有，脱一件衫真简单啊。啊！临命终的时阵，下身的时阵，就跟那脱衫同款，无痛苦啊！伊未接到这心是我啊！咱看临命终的人，一般临命终的时阵，身体讲顶酷酷，那就是真苦啊！说明啊，伊个心间执着真深，临终规身骨柔软，伊走个真自在啊，走个真安详啊，无痛苦啊。知影心毋是我，伊也一定会向好个所在去咯，袂去恶道啊。凡是伫三恶道，身体拢是定酷酷个。临终苦别个痛不可言啊，何能正念其名呢？所以。往生助念，确实有好处啊！爱好遐侪人带伊啊，遐侪人念佛啊，用这种资粮去帮助伊啊，帮助伊什么呢？
化解伊个冤亲债主啊！啊，一句好好就会当化解。提起伊个正念，当作用心。像你最先男子先女人，用善念正念来加帮助，也完成这组得福了。所以啊，就会干掉伊啊。所以有干掉伊啊，也是什么人？深仇大恨啊，非报不可啊！那代志就讨厌咯，就麻烦咯。缘分啦，小卡较轻咧，马上就化解。迄种深仇大恨是袂讲真多。这个时阵靠佛力加持啊，地藏观音。这个时阵灵感嘛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咱看到现在地球上灾难遮多，啊！若是讲，逐天去担心这灾难，心内想这灾难，为什么唔想阿弥陀佛呢？你想灾难创什么呢？想灾难，灾难就会来啊！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来咯。你看到底倒一个来较好？啊，学佛学遮侪年，这个先天的道理都安排啦。唔能够胡白乱想咯，什么款的语言也好，灵界信息也好，咱接触到、拄到，对伊恭恭敬敬的、有礼貌，心内面就是阿弥陀佛啦，绝对袂可以动摇，这就对了。一句好好念到底啊，如意吉祥，欢喜充满啊！这才是个极乐世界啊，相应啊！那刚想这垃圾的代志，你就个极苦相应啊，这不是极乐啊！啊，你就错了。早年在香港，活动足数的富人啊，伊老大人王星就是诶即款诶，因后生何世礼啊，本是将军，规家啊拢是基督教徒，老太太念佛啊，不过伊真友好啊，真难得，厝内啊设有佛堂。老太太念佛来无干涉啊，无障碍。因家啊，信教自由啊。老太太一生唔捌有一句话劝后生媳妇念佛。临终的时阵啊，有家己的后生啊、媳妇啊、孙啊讲，我要来去极乐世界。我走的时阵。你念几声好好来送我，
算是咱母子的缘啦。赵的时阵开往生大会，迄个时阵啊，有什么记者看老太太是安怎往生，老太太甲大家告别啦。最后伊讲咯，佛来接引我咯，我要带佛来去咯，啊就等开走咯。所以啊，都真侪人啊，以后好势咧归家合佛啦，都伊啊一家人。这老太太厉害，最后这个表演规家都相信了，这真的也不是假。所以香港啊，当年甲阮迄间厝都是何东英的产业啊，捐出来啊做道场啊，用用三宝啊。我三十几年前啊，1977年啊，头一摆去香港讲经，因啊将这代志甲我讲啊，老太太走的时阵，真正是得到三宝加持，遐清楚，一点也袂糊涂。虽然有一点仔病真轻啊，你看林总讲得遐清楚，讲得遐明白，交代完了就走去咯。所以呢，家己得着欢喜心。凡是迄天啊，参加这个往生会啊，无一个袂欢喜的啊，真正看到咯。香港以前是英国人统治，基督教天下。伊安尼一个表演，或者外国人拢有看到咯。也有就是这个谭喜法师，在香港往生。留下来写字，英国人不相信，感觉你是感觉是安尼坚固纸啊，铁锤啊弄都弄袂烂，伊真正摕铁锤啊来个弄，铁锤啊弄甲伊内面内都起咯，写字纸啊一点啊损伤都弄无啊，外国人啊相信咯。真正是啊，坚固剂啊，铁腿啊，骨头拢会弄烂去啦。为什么这弄袂歹诶？啊，这拢是表法，互大家来看。啊，大家讲这个代志是真诶，毋是假啊。所以业障消毒咯，下心啦、啊、就是极乐世界咯，还是一旦之间。所有众生，这是讲往生的众生。往生的条件完全在信心、愿心、真心、真想要去，这个条件就具足了。可是话是讲得真容易，真心啊、真想要去的人也真正无罪啊。那讲你唔相信，你会当啊做一个测验。你讲我这个念佛堂啊，七天就会往生，免讲做七天往生，就大家来念佛，
你甲看卖，是毋是就是几个人？就甲大家讲，来我遮来，晋江就会死。你看有人敢来无？所以，所以咧讲往生容易啊，真正若要往生啊，会甲人惊死啊，毋敢去啊，这是真的啊。所以咧，对这所在，咱就知影。真心啊，真求往生的人也真无罪啊。所以咧，真佛祖啊是无罪啊，假罪。真菩萨也少，假菩萨真罪啊，四鬼拢是啊。这在咱现前这个社会，咱袂当讲唔知影。佫较重要就是讲爱回光返照。想看咱家己是真的还是假？我是伫倒一边啊，这个也真重要了。啊，咱怎咧看会出咧？真的啊，伊真正放下。只要也有一寡无放下，哎呀，拢唔是真的。这真容易看会出来啊！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看伊是咧想什么？伊咧讲什么？若讲也想一寡不相干的这代志，讲的也是不相干的代志，那就唔是真咧。啊，真的安怎咧？伊就想一项代志啊，阿弥陀佛啦！你问伊有别项要想，无咯，什么念头拢无咯，都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其他的咧，一切事、一切境、一切缘，拢总随缘，无一项唔好啊。诶，是真的啊，唔是假啊。对一切人事物的关心，也拢是都有诶。为什么呢？个人有个人的业力啊，个人有个人的愿力啊。多一个愿力大咧，业力若超过你的愿力，你继续去轮回啊，念佛嘛袂用咧，也袂当往生啊。如果愿力真正想要去，超过你的业力，你决定得生啊。这个关系落在你家己的手里啊，不是别人啊，那不是阿弥陀佛做主啊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条件也是你家己有愿意来。菩萨大法尊来了，你有愿意坐去无？愿意坐去啊，就会得道了。无管你坐去，也是会去轮回啊。这是咱袂当唔知影呀。世间法，出世间法，拢嘛掌握伫你家己啊。这道理袂当讲唔知影。有菩萨袂做主的啊，上帝嘛袂做主啊，阎罗王也袂做主啊，啥做主？家己做主啊。这是真的啊。主要怎样？用心得念，亦无生念，这什么人？像上品往生的啊。大概什么状况呢？那会当体会到啊？念佛功夫成熟了，
啊，你命中时啊，无破病，无病苦，有知时机，走到真正自在，拢是啊，这类的人。啊，就是讲什么呢？平常念佛的时阵，业障就消去了，所以你命中时这么自在，这是咱要要求的啊。啊，这种状况，你命中的时阵，是不是爱人做念无需要了？伊拢无一点仔牵挂咯，伊无破病，讲走就走。造的情形啊，肯定甲《比华经》顶面所讲的同款，这常常骗妄心啊！生到西方叫做世界，花开见佛悟无心啊！啥人做会到？啊！咱千万唔当认为讲咱家己业障太重啊，大概咱做未到，咱下边往生就会用你咯。这个观念就错了。古代的啊，确实，咱头前有念经啊，有人讲啊，上辈往生是菩萨，中辈往生啊是阿罗汉啊。辟支佛啦，凡夫往生啊，只伫下辈啊。啊，古代就有这个讲法啦。可是咧，玄奘大师唔是安尼讲呀。玄奘大师讲一句话，对咱有真大真大的鼓励。伊讲：四土三辈九品。总在无言不懂，我一句话讲，做做恶业习恶的人，那是拄到言殊胜呢，是不是常常骗妄心？哎呀，言太重要了。啊，拄到真正善友。拄到这个法门，咱的缘啊，是比什么人都较殊胜啊！这主要怎样？念佛法门内底啊，最重要，一丝毫怀疑都无了。一个持名的积分才会当啊显示出来。这个分是公分啊，咱一般讲功德啊。也阿弥陀佛的愿力就现前了。也为什么有一寡念佛的人就丧失多数？大概是几百万念佛人当中，才有安尼一两个尔。有这种殊胜效果吗？最明显的，心潮动变咯，癌症之类的，医生宣布讲袂医咯，寿命结果就三个月咯，真过去。山西小医四十外人的一个例啊，伊那已经和医生宣布，经过宣布死刑咯，你寿命只有三个月，伊万年放下，一心念佛，念到三个月变好咯，过去检查无咯。什么原因呢？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也都是啊。
来，世尊菩萨在《圆通经》内面教咱念佛的方法，多了了根正念相继，会变就好咯。那为什么有一款人生当边念佛啊念未好呢？伊无信心啊。第一个，怀疑家己啊业障太重，过去做的罪业太多，自责啊，自责不是好事啊。结婚的自责，来造成家己的障碍。呀，佛虽然慈悲，会原谅我袂？怀疑啊，敢会原谅我？惊佛袂原谅伊啊？你看，这拢是家己甲家己找麻烦啦、啊。佛那边根本什么代志都无啊，拢是家己想出一大堆问题啊，障碍家己，错伫即地啊。咱袂当唔知影，知影了后。一定要将这个故事给消毒啊，消得清清气气，啊，咱这个一生才会当顺利的生，才会啊成就无比殊胜的功德啊。轮回对对来的轮回对我接来啊。只要你啊认为讲有一个我啊，你啊就袂当出轮回。啊，金刚经的讲啊真好啊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你才会突破这关啊。正着小乘殊的梵果，大乘华严经内面十信为初信为菩萨啦，就是入门啦。这是佛啦，一切经论内底拢嘛是安尼讲的。啊，咱想到这个问题就知影咯。八万四千法门，不是说法门不好，法门平等，没有高下，咱也做不到啊。问题啊，出在家己啊，不是法门的问题啊，真正做不到啊。自私自利，是非人我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，敢真正放会落呢？放袂落就袂当，就袂当入门啊！所以。以后啊，这个佛法这九千年，包括咱现在，这九千年啊，现在才过37年啊，每年38年啊。除了念佛求生净土以外，无门路通行咯。这咱必须得认识清楚啊。罪业深重不要紧，弥陀有这愿啊，这愿就是保证咱造作无量无边罪业，只要咱忏悔，只要咱悔过，嘛会往生啊。这确确实实48愿度尽。法界一切众生，这个愿力的
书信啊。不可轻量啊。啊，咱真正想要往生的，即款所讲的啊，实在就是对咱咧讲的啊，咱就是这类的人啊。所以爱知影回顾啊。这啊，拢嘛是蒙佛观加持啊。啊，咱这话啊，对三摩道，你看离开了阿弥陀佛，咱来宁静的去反省啊，咱的一生。思想言行拢是做这个业，是毋是应该对三恶道呢？啊，认真反省，家己就知影咯。啊，咱无想要对三恶道，就得学因果法师，真正忏悔改过向善。念佛求生净土啊，真正往生了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但未对三恶道超越六道轮回了，过超越十法界了。呀，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，诸佛如来拢讲未尽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是为本愿之殊胜诸德呀，这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呀！都有法界、虚空界。六道三途内面做作罪业的众生，伸出援手啊！只要做作深重罪业的这些人，能信、能忏悔、能发愿，大家拢会得救啊！啊，真正是。佛门上讲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啦、啊，这个为用在净中，用在阿弥陀佛的是，也是究竟圆满啦。古文四十八愿，愿愿皆为众生，大悲诸佛，闻得无极。五辈佛陀当何以报呢？咱今仔日读到这原文，阿弥陀佛是用什么款的心来对待咱呢？咱来知影感恩啦、啊，爱知影报恩啦、啊。未当依教奉行，那就会辜负掉阿弥陀佛。如果要感恩，要安怎报恩呢？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都是报恩啊。阿弥陀佛，确确实实。希望咱啊，赶紧的回去极乐世界。
早一点啊，种着圆满的佛果啊。所以啊，你爱记得这句佛号是德本啊，这出世间万德啊之本啊。你敢是要接定未？接定安怎接呢？念佛就是接定啊，接大德啊，接圆满的大德啊，接世出世间的大德啊。袂当唔知影呀，迷你唔能间断啦。拄啊念的时阵会转去啊，也就是念，这念失去咯。什么时阵警觉起来，就赶紧恢复，唔免惊，这是正常现象。啊，念就一年啊，两年，慢慢就熟了，熟了后伊就袂断咯。无念的时阵，好好嘛是袂断。阿弥陀佛伫咧心内，伊也袂断。一定爱家己啊，用心啊。那讲你感觉讲两千公一里这灾难是真呢，还是感觉真迫切？啊，你就克己处境啊。在2012以前，我一定要完成。完成什么呢？完成一心一念。呀，这个灾难对你来讲就化解了。灾难现前，你就未受到这个灾难。如果你跟众生有同分呢，业力啊，那不要紧啦，你爱去极乐世界去啊，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条件，你拢总拢具备咯。灾难死亡的众生，每人去的所在无同款。去西方叫世界是无比殊胜啊！知影，这是虚空法界真正侪菩萨啦、啊，做梦都想要求着呀、啊，无缘分啊，无拄着啊，咱拄着咯，这一生当中啊，哪会讲未成就呢？下定决心，非成就不可。就是眼前啊，这个一切，自私自利、名闻利用、五欲六尘啊，彻底的放下。我无爱咯，这物件是早袂去啊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有一项早会去啊，阿弥陀佛啦。善心善意是再去的，再未去的就要放下，你的心就会一天啊，比一天清净，一天啊比一天欢喜充满啊。持者持是红持啊，命中不合经三恶道啊，即是五果，是本愿之主旨啊，这个愿的宗旨，都是改过的人，无明改过忏悔的人。真正发心
即讲雷德求生净土，伊命将决定不离三宝道。这个不对三宝道的原因啊，咱爱知影，因为念佛，伊求生净土，伊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所以啊，伊未对三宝道啊。临终佛来接引你啊，一定是极乐世界。六宿世作恶，有决定业；命中之孝，事有处界，还有他方对三恶道啊。这个宿世作的恶业啊，真重啊！决定牵引你去三恶道啊！这是极重的罪业啊，命中要意思，或者是伫娑婆世界，或者是伫他方世界，对三宝道啊。可是以今世悔过修道行善，上经此界发菩提心，专念极乐，至心回向求生净土等。啊，咱这一生有缘分，拄着佛法咯，拄着大乘，拄着净宗，有用意啊。拄着了后啊，你会拄着无量寿经，会拄着下莲记的汇集本，这偌困难啊！佮会去拄着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。难中之难啊，啊，咱甲净宗从清楚、从明白，信心升起来了，疑惑断去了，真正断疑生信咯。啊，放下慢言，一心专修。这就叫今世悔过修道行善啦。弥陀愿力，愿意帮助你，你来接受，你未接受就未用你。弥陀之愿是帮助任何一个人平等的，真像日头普照大地啊！你无愿意开照，出门搁夹一支雨伞，那就无办法咯。日头嘛无可奈何你啊！弥陀嘛是安尼生啊，这爱怎样？那安怎接受呢？真心切愿，肯念佛，这就接受咯。完全接受，百分之一百接受，能把这个所在誓言拢总放下，百分之百接受。啊，要有忧虑，要有牵挂，要有疑惑，你也是接受招魂啦。招魂会当往生未？会来看你临终的缘分咯。你也无办法保证你家己往生。所以这个关键是在放下，无放下啊，放下这是咱的真功夫啊，啊，真实的原形啊，啊，真实的道义啊，决定得生净土。一丝毫疑惑都拢无啊！这个佛在帮助你咯，
在其生中做更加不善的罪孽啊！我的正官就会改言知足，这不是灭，是福，福主蒙福接引。阿弥陀佛，临终的时阵来接引你，不对于三途，精进极乐，真紧呢，你就会去极乐世界了。好运无不随者。身体健康就真正得意啊，身体衰弱个，佫真正苦恼啊，拢是不平啊。这个世界啊，啥人会将这件代志啊做个真正平定呢？阿弥陀佛啦，有这个本事啊！啊，那你娑婆世界啊，是讲甚物款的平定，拢是假，无名无实啊，伊安怎平定呢？现在社会，你看上明显呢，一般人上常挂在口头的，贫富不平等。这造成社会动乱啦、啊，西方世界是永远无动乱的啊，为什么？伊的问题解决了。西方世界，你想要什么款的享受，是随你的念头就现前了。我今仔想要吃什么物件，念头在叮当，哎，就摆在面前了。吃完不爱滴了，伊就无了，也免洗碗，也免去休息，你看平静啊。吃物件。是一个麻烦的代志啊！去极乐世界呢，我现在不是凡夫啊，无需要这物件，伊不是自然就无了。住在这厝啊，有宫殿楼阁，内面清清气气，什么家具也无。人客人来，只一个座位啊，请坐，啊，迄个座位就有咯。人客走去，座位就无咯。一切拢是变化所作，所以依旧真平等。你的所在也多彩多姿，随心所欲。我想要什么物件啦？这个居住环境啊，依旧现什么款的？所以你念头在咧变啦。真正是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，啊，伫极乐世界完全兑现咯。非常明显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极乐世界无讲别项诶，但听人讲凡尘动基础啦，就六道内面啊，这个一切啊，这个不善的这个现象啊，伊完全拢无咯。这个才帮助你想住在定中啊，你的心未乱，永远在定中。定会生智慧啊，未生烦恼啊。在这关的当中，咱会当啊体会到。阿弥陀佛度众生成佛的用心啊。所以生活界拢无正念，所以生活界是相似的正念，毋是真正正念。六道凡夫是无啊，但是现在甲你讲，有一个正念，念阿弥陀佛是正念。咱若什么念头都拢无，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
这正念啊，这个正念比四生活界上师正念要搁较悬。为什么？这个正念在你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，这个生净土你就是阿维瓦地菩萨啊。那偌殊胜啊，偌难得啊！啊，关键在倒位咧？关键在放下。哇，对这世间未过执着咯，我真正从清楚、从明白咯。哇，来到这个世界来是来观光旅游的啊，这不是阮家啊，这来对。林林总总，这行我都无需要。来大旅馆七头几工年年，就要回来去咯。啊，顺刷咧，咱家己大诶，这个叫做世界啊，甲大家做一介绍。你若想要去咧，会用你拢会当去啊。对阿弥陀佛来做广告啊，做宣传啊，甲叫世界介绍大家啊，偌自在啊，偌飘撇的啊，一定要写个清清气气，眼心就袂执着，也过会执着生活之物呢。所以这句阿弥陀佛是咱正宗人的正念，你的念头不是这念就错了，一切时一切处一切经验之中要保持着这个正念，唔通好正念失去，你永生就有把握咯。永生有把握，你敢无欢喜呢？肯定啊，欢喜充满啦。弥陀第二十愿啊，所讲的啊，加持你啊，二十愿内底讲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人，该作阿维瓦帝菩萨啦、啊，就是成佛咯，无成佛也定有成佛咯。所以生在凡尘同依托来对这些人，阿弥陀佛加持伊的这个智慧啊，德能上好啊，功德神通啊，拢到阿维瓦帝菩萨上顶的，会起作用未？也是只是模样。表面呢，作用不如啊阿育陀地菩萨啦。而是这个不是真的啊。佛在这个本愿内面啊，无安尼讲啊，无讲形象上啊，是真无同款啊，无讲这个话啊。伊就是真正完全同款啦，真正是完全同款，伊起什么作用？个十方世界啊，跟弥陀教的作用。所以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只要跟阿弥陀见面咯，你也就有能力，跟法身菩萨同款。在西方世界去度有缘众生，这
上心有感，你就有用，这不得了咯。真正起作用咯。如果未起作用，到今世界也是来修一段时间，你才会当起这个作用。这经常啊，这经常无讲啊。啊，咱知影阿维瓦地菩萨啊，作用太大咯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伊真正是实现咯。真正做够了，然后咱今仔只是发一个愿，心里有力量不足，做未到啊！伊真正是做会到啊！而且亲像普门品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有这么大的能力啊！因为佛心得多，伊就现佛心立为说法，像释迦牟尼佛同款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伊现这心。因为菩萨心，伊就现菩萨心，唔是家己想要现什么，众生的感啊，这个众生，伊希望看到啊，多一尊佛，看到多一尊菩萨，你拢总会现啊。伊欢喜什么法门？你无将未通啊，没学全通咯，唔是你学了学通了，唔是无需要学，自然就通达咯。一切法不离自性，一切法拢是自性变的。啊，阿维瓦地是见性的菩萨啦，然后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虽然无见性。弥陀啊，微信加持啊，定有见性了。进入路用啊，不是好看不起作用，伊真正有路用。这是咱未当讲唔知影，心是指无现金色心啊，相呢？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！光明、智慧、功德，如诸菩萨，这都是阿维瓦地菩萨啦、啊。发心大事啊，故作成就，故作是一点啊欠缺都拢无啊。也甲十不脱的这个发心菩萨拢嘛是同款。是不是明慧的功德啊？是无办法啦，想想，你讲这功德偌大呢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来演说啦，讲无量劫都讲未完啦。咱那今仔日无甲即句好好啊，看作是有遐尼大个功德啊，什么原因都唔知影啊，伫个面前啊都唔知影伊是宝啊，唔知影讲伊有遮尼大个好处，所以疏忽咯。有介意无介意啊？有愿意去无愿意去啊？但是这拢无排伫第一位啊！愿意去叫做世界，这个世界也无想要离开啊！愿意念佛，可是十念也是真多啊！这是一般念佛人。普遍的现象啊，
连花的功夫为什么不得力？原因拢伫遮。所以真正知影这个功德，临要将时阿弥陀佛来接引，无诸大众证明甲诸位功德，拢是家己有缘的人。佛来咯，你看到咯，看到啊，当年的生欢喜心吗？功夫成就咯，真正甲佛念来咯。净土圣贤录内面，宗教因科法师，甲咱做出了朋友啊，三工啊，符合《弥陀经》里面所讲的六一日、六二日、六三日、六四日到六七日啦、啊。换一句话讲，真正把这个世间一切拢放下，然后求生净土，一加七天一定成功，阿弥陀佛一定会来。本来啊，也就是讲，迄个发心啊，非常的勇猛，一天啊就会应你咯。啊，咱看云科法师是中军的人，伊是三工啊，伊是一个出家的 BQ 啊，不改啊。犯规啊，无修清规啊，烦恼习气非常重。伊家己心内真清楚啊，常常反省伊这种行为，因为习气重，袂当改。啊，听到经内面所讲的，这一定会对地狱咯。想到地狱，伊就会惊咯。啊，找这些同参道友的人，啊，恁是不是有办法帮助我，会当袂去对地狱？啊，有一个好心的同参，哦，伊也是不枉生端，叫伊摕去看卖。啊，伊每看一个人，拢是感动啊，流目屎啊。看完了后，发一个决心。把寮房的门关起来，一句好好念到底啊！无食无困啊，三日三暝，真正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你看，关键就是在放下，真正放下，真正就感动阿弥陀佛了。阿弥陀佛现在的面前跟他说，你啊要有十年的永寿啊，你好好来修行，十年了后，当你受终的时阵，佛讲啊，我来给你接引。云科法师啊，真聪明啊，伊讲我习气重，我袂堪你有血啊！拄着个境界，我阁会犯罪，又阁会犯错误。伊讲我十年用心无爱咯，我即摆就对你来去啊！阿弥陀佛就答应伊咯，甲伊讲，你讲安尼好咯，三天以后我来甲接你。
阿弥陀佛，为什么无当时带去呢？叫伊啊，积一点啊功德啊，怎样积德呢？做一个好模样，互别人看。这都是伊方法利生啊！你看伊的影响力偌大，宋朝到咱现在700多年了，咱也受着影响。看到这段，这个案例啊，对咱也是有真大真大的勉励啊，增强咱的信心啊。三日了后，真正往生了。伊迄天拄到这款代志啊，阿弥陀佛讲三天要来接应了。伊房间一拍开，甲大家讲，三日了后伊要往生了。庙里的人拢甲伊笑啊，拢讲伊是咧讲假话啊。好在安怎呢？三天无长啊，咱三天了后，看你是真正是假啊。无想讲第三天真正，也第三天上早课的这个时阵，伊就要求大众啊，伫今仔日这个早课，求大家念佛啊，送伊往生啊。当然，大家嘛真欢喜啊。咱拢念佛啦，看你安怎往生法啦。念较无一刻钟，那古早时阵的一刻是现在半点钟。因为中国过去用的时间是12时，主天以貌神思五味用这个时辰，所以一刻是现在半点钟。较无半点钟，伊甲大家讲阿弥陀佛啦，要来接应我咯。多谢大家，伊走了，也就往生了啊，无破病呢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。走到遐尔自在，遐尔飘撇，这是什么？忏悔，改过往生啊。啊！伫这所在，都是第21愿愿力的加持啊！因可法师表法互咱看，马正实简称。乾隆时代朱恒灌顶法师以老大人所讲的，世间众生做业当的罪业，所有一切经忏都未当忏掉伊的罪，最后要有一个方法，一心持名，这个罪业会当消毒啊！因可法师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啦，其他什么都无了。万念放下，真诚心。用敬心一心专念就成功了，佛就现前了。经典啊，常常有跟人讲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，就哪会未来呢？行即灵啊，无真行就未灵咯，结集就未灵咯。
有怀疑也未灵咯。啊，心内也有牵挂，也有忧虑，未灵咯。什么都拢放下，除了阿弥陀佛以外，无一个杂念也就会灵。那有这部经教，目的在倒位？目的也是帮助咱断疑生信呐。啊，咱的障碍就是怀疑啊。会当讲无怀疑，啊，讲无怀疑，那就亲像印光大师所讲的：你念佛，你读经，你生活海林植物一定也是十分的极清净。啊，你今仔日无十分清净，就是因为有怀疑啊，对事实真相无创清楚，创清楚咱就袂怀疑咯。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。刚经教学49年，为了啥人？就是为咱这的人啊！已经派登啊！对常常军人，一个讲伊就明白了，唔免阁讲咯。哈哈，军人也唔免阁讲，伊老实啦。甲伊念佛，伊就一句好念到底，真容易成就啊！上界派多呀，就是当中这类人，这类人人数啊上界多，伊也不是上君，更不是下愚。49年刚经教学是为着这些人啊，慈悲到啊极处咯。啊，用什么方法帮助你先成就呢？就是这句好好。真难信啦、啊！千经万论啊，到最后拢总归阿弥陀佛啦、啊。世尊出世，就亲像善导大师所讲的，诸佛所依啊，现出世；诸佛如来。所以会出现伫这个世间，总是有甘伊来用啊，出现伫世间啊，做呀，用什么方法度众生？为说弥陀本愿海，弥陀本愿海就是48愿啊。用什么度众生？就是用这48愿。啊，48愿你未当理解啊，你对伊还有疑问。佮详细讲，这部《无量寿经》就是48愿的细说。啊，若佮有怀疑，要大方讲去《华严经》啊，迄什么？迄是《无量寿经》的再细说，是这款道理啊。啊！一句好好，真正创清楚，真创明白，全情接受咯。这经爱无无爱咯？为什么呢？我上应下何方非法啦？都、就是啊，佛法、世法拢总拢下掉，都、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成功咯。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，经典上甲人讲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，你拢总拢会当该放下。阿弥陀佛啦，明了啊，就会容易放下咯。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无论是什么款人，
做做五欲十恶极当罪业的人，甚至讲是谤佛、谤法、谤啊比丘经的人啊，拢会当往生，这不得了啊！佛的经典上虽然有讲，第十八愿讲的五欲十恶，拢会得到，唯有诽谤佛法的这个人啊，未当啊，得到啊。其实呢，诽谤佛法一个罪，比什么都较重啊，比五阴十恶也佫较重。为什么？断众生慧命啊！会当多也是会多，只要你悔过啊，悔过再诽谤，真正忏悔，然后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也是会来接引你啊。啊，你就会知影讲，即句阿弥陀佛无迄个未得道的众生啊。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众生之类普度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该做阿弥陀佛菩萨啦。下面这两句话讲得真好，该发心乃诸善中王，此名是万行之首啊。这个行就是修行啊，万行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啊，无量法门，这是用的法门啊。这个法门多杰是第一呢，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都是第一。你念这句阿弥陀佛，等于讲你把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拢做拢修了，一个都未漏去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啊。那怎样是真呢？伊大乘经啦，念者多就明白咯。啊，我以前听老一辈法师大德甲我讲呀，我拢有怀疑啊。我念了啥物？这是赞叹的话呀、啊，那也是真正的。我嘛唔相信。迄、那个法哪有遮简单啊？通过六十年的学习，我肯定咯。这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啊！无六十年的学习，我哎呀，伫这话顶面拍问号，不容易啊！这句佛号偌宝贵啊，不得了啊！就在眼前啊，可惜人唔捌去啊。发处往生正因，往生的正因，随行众生即功力不转，福利未精。弥陀弥陀本愿，南无金星现净，故为修人天礼敬礼义啊！这句经文念作老居士。在北京
也有甲我点醒啊。这个话唔是伊直接甲我讲的，是伊甲伊的学生讲的啊。然后大人往生了后，我伫北京访问的时阵，因甲我讲，伊讲啊，因老师就是啊，黄连祖老居士，讲什么呢？甲因讲净空法师，如果伊若无往生净土，伊来生的福报是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叫你赞叹呐、啊，是不是真假？我相信是真的。我是不是要往生？我要往生啊！我绝对袂去享这个福啊，享福做罪业啊！呀，迄个不得了，不得了，福是啥物呢？人间的帝王啊！唔是好代志啊！你看你的大帝王，倒一个帝王袂做业，袂用你做啊！帝王那是上界好，释迦牟尼佛老早就去做帝王了。伊为什么唔做？聪明啊，有智慧啊！一生你甲看卖钢筋教学，迄真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第二十八，国母不嫌冤，结了国中。尚无不善之名，何况有不善之事呀？这句是总说，在极乐世界听未到不善的名字呀。比如讲，咱这个世间讲不忠不孝。不仁不义，这拢是不善名。贪婪、嫉妒、怨恨，这也是不善的名。啊，叫做世界，连这名言啊，都拢听无。当然啦、啊。我较无不善的代志呀，发生啊！而且伊下当啊维持到十劫咧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十劫咯，后面是不是变质咧？是不是亲像咱这个世界？比如中国历史上啊，伊所讲的三代啊，夏商周，开国的这个帝王真好啊，人民生活也非常好，社会安定。可是到甲末代咧，没几了后啊。因为到学所分咯，人民贪多享受，渐渐风气就变歹咯，最后到亡国咯，相通。六百多年，蒙古；周朝八百多年，也蒙古咯。极乐世界是不是有这天啊？佛在经典上甲人讲，极乐世界永远也无衰退这天。什么原因呢？
咱想看卖，应该是会当理解，应该是会当啊接受。迄、那个所在是诸佛如来教学的场所，教学无一工中断。迄、那个所在称为经络，落伫倒位呢？落个是啥物呢？啊，咱即个世间所落个是五欲六尘的享受。真拄好，迄、那个世界五欲六尘完全无啊！那无这个代志，我有六点的名称也无啊，名字都无啊，哪有是不显明呢？对于这个所在，咱的体会到，伊个所在落，就亲像孔夫子在《论语》里面所讲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啊！是啊，这个都是学历实习。啊，《大乘经》里面所讲的欢喜充满啊，相信欢喜心啊，还是讲无？世之间离开法，这是佛法啊。无事无离开道啊！咱这个世间虽然有法有道，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，伊未当相续不断。过何况把净土里面的众生，把净土是十不庄严土，大家啊，拢也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人啊。在咱这个世界讲，拢成佛了，哪有故事呢？四性法界里面已经都无恶念了，何况是佛陀，也佫何况极乐世界同居方便土，得到弥陀四十八愿威神加持啊！大家啊，拢嘛是阿弥陀地菩萨。虽然家己是无证着，但是有咧加持啊。阿弥陀地菩萨的智慧，神通道力，往生的人，大家啊，拢有啊。连这个凡心动机土下下边往生的也无例外，咱明白了，咱体会到了，这是名副其实，真正是极乐世界啊！这个极乐是欢喜充满，甲咱这个世界完全是无同款。
中风禅师第三世系列内面讲得真好啊。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诸方即净土，净土即诸方。咱心态一个调整，都要调整到安怎呢？咱就会去到叫做世界了。到倒一天，咱看到咯，六根所看到所有一切景观，拢嘛是阿弥陀佛。来恭喜你咯，你就到叫做世界了。你看到一切人阿弥陀佛变化，是真的，不是假啊！看到一切动物、树木、花草啊、山河大地啊。所以一切现象拢嘛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！啊，咱恭敬礼拜啊！称赞感恩啊！你真正看到叫做世界了，叫做世界就是眼前啦。所以呢，你梦想分别执着就是啊。有梦想分别执着，拄则有讲咯，这个物件是造业啊。有这物件，你哪会讲未造业呢？其实当然造业啊，分别是造业，执着是造业，拢嘛在造业。做什么业？做六道轮回业啊！未执着咯，未做轮回业咯，你做四乘法界业，也有四乘法界，未做轮回业咯，也是做业。啊，未分别咯，功夫观咯，菩萨啦，不分别咯。住在十法界顶面的两层啦，十法界内面的佛甲菩萨啦，未当见性，未当出十法界。虽然是佛，天台大师把你叫做上师即佛；虽然是菩萨，大乘教内面啊，讲你是观高菩萨。那为什么呢？你还佫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放下，啊，你真佛咯，你唔是假啊。这个时阵，十宝庄严土现前咯。你伫现前呢，就看到极乐世界咯。你伫现前呢，就会看到阿弥陀佛咯。真正知影业因果报咧，唔敢做歹代志啊！人生这么短啊，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咯。做作这个恶业，将来受苦报啊是唔得啦。啊，你真正了解，真正清楚，那恶事唔敢做，恶念就未生啊。去念头为什么唔念阿弥陀佛呢？阿弥陀佛无量的福报啊！
你念五欲六尘啊，是无量的罪业啦。这款代志哪会当做啊？违背伦理道德的代志，绝对唔当做。违背伦理道德，迄、那个业叫做因业，引导你去三途啊！啊，你做一切善恶，迄是冤业啊！啊，你去到一道，啊，你是享福，也是去受罪。所以这个话当无清楚，也希望各位同学唔当互人骗去啊！啊，佫啊有智慧，有智慧人袂去用骗呢，袂当袂惑，这比甚物较重要？咱家己呢就佫较重要，时时刻刻个检点家己。真正国差时阵个念佛堂个堂主，有一个口头禅，时时刻刻有提醒大家啊：放下身心世界，一心专念，时时刻刻听到这句话。重要啊！你念这个，你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你的福报是无量无边啊，无下底比的啊。为什么要起别的念头呢？为什么念头唔甲阿弥陀佛相比呢？这才知影。